35.5，五年级，36.7，有点重，一年级没有感觉到重，只好比较重一点。饮食建议书包重量千万别超过学生体重的10%，否则影响发育也会影响学习。 放了这边就比较轻一点咯，比较轻，这边就会比较重一点，比较重，就是比较轻一点。如果问你轻多少，你会觉得轻几多？从1到10，你轻多少？轻差不多5、6这样。5、6啦，就轻了，整一半那样子啦。